您好，想弄点啥？啊，老板，你给我看看，看看我这个碗。碗怎么了？我这是那时候去旅游的时候，啊，然后给景点买的。然后他给我说是足，是熟银。熟银。对。熟银。对。有生银、熟银之分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说是吧？对啊，是就是这样说的。嗯。然后还手工雕刻的那个里边啥龙凤，龙凤。嗯，丞相，是的，有一个龙凤，花开富贵，是的，啊，花开富贵，那个是50块钱一克，他说树叶多少？50啊，50一克，啊，你这一个碗，马上80多克，我就说得马上百十克了，嗯，这得4000多块，啊啊，是的呀，树叶，你真有钱，你真有钱，没有哪有熟银生银之说呀？有，他说的有，那是诓你呢。就为了把这个碗卖给你，卖高价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说我买贵了。你看他说的这个雕刻啊，嗯，这雕刻，首先这种雕刻，你如果手工雕刻的话，它是往里面凹进去的，这往外边凸出来的，这说明这不是手工的。包括前面的花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是手工雕，它是往里面凹，明白吗？这是往外边凸的，哦，这是机制的，机制的。哦，你说这不是手工的呀？对，你包括你看它的钢印 AG999， 你要手工砸上去的，它是都是凹进去的，这都是往外凸的，这肯定这是机制的。不过这个碗应该是银的，碗都应该是银的。不是，它现在它，你看我用了一段时间，嗯，你看它里边这成这色了，氧化了。你觉得咋了？是不是它发红？是不是假了或者啥的？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发红还有点发黄，银子氧化不是发黑吗？应该是氧化了，哦，氧化了。你要是再，你要不管它，再时间再长一点，它就会变成黑的，哦，知道吧？啊，不假是吧？那不假，不过价格很高。你下次想买这种银碗，你找我呀，是不是？你找我呀，让我也能挣点钱。我去旅游，这碗太贵了。不过也是，你去旅游买，难免价格很高啊。哦，你要是你这80多克。你在我这儿最起码在咱们当地，不管说我这儿或者其他地方，这种碗80多克的碗，你起码能买个7-8个。给你吗？嗯，知道吧？因为银子都是一样的，并且它也不是手工的，不是手工的，知道吧？那你说我被忽悠了。我给你洗洗吧，行吧？洗洗还能用，不过像这种碗用着也不舒服呀。烫手。对，烫手。对，你除非你的倒点茶，它凉的特别快，是吧？夏天用还行啊，是吧？就是反正不太实用啊，不实用，对，嗯，不实用。行，我给你洗一洗吧，好吧？行，下回我就买那种隔热的。嗯，记住啊，没有熟银生银之分，哦，知道吧？行。啊，好嘞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，老板，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值多少钱。值多少钱？对，这是个啥呀？你可小心一点啊。哦，宝贝。对，传家宝。是的。哦，传家宝，这看着像一个碗呀。是的，它确实是一个碗。那是，你说传家宝，那你就传的时间很长了。按距离短的告诉你，30年前、嗯、有人给我父亲出价100万。哦，出价100万？不是人民币，是美元。啥？美元？对，就这一个破碗，人家给100万美元。你这说话很不专业呀，啊！你先看一下这个碗。哦，就这一个薄碗，不能说破碗。对，我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，它有啥大的来历吗？你要不然的话，人家为啥出价能出价给那么高？那要说的话，那就要说到宋朝了。哦。你说这个碗是宋代的？对。我说我听人家说宋代的瓷器比较厉害，这是看着这个材质的话是银的呀。你先看一下里边的花纹和外边的，你都仔细看一看。哦，行，里面啊，我看到是一龙一凤，龙凤呈祥。外边这是啥？牡丹花。花开富贵。哦，花开富贵，哇，这上面还有字儿啊。对呀。哦，这还是看不明白啊，有什么大的来历吗？要说到宋朝，嗯，我说一位姓潘的女子，你肯定知道。
姓潘。对。姓潘是谁啊？潘金莲。嗯，潘金莲。对。你说这个碗跟潘金莲还有关系？是的。跟潘金莲有啥关系啊？这个碗的来历，你想一想，潘金莲和谁是一家呀？和谁是一家？武大郎呀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那是潘金莲和武大郎是一家，咋了？对，当初潘金莲把武大郎给干掉，用的就是这个碗。哦，你说喝汤药，喝毒药就是用这个碗喝的。对，你看一下里边，哦、还有药的残渣呢。你说这吗？对，这是宋代残留的药的残渣。对，我抠掉一点，碍事不碍事？那你可小心一点啊！我不敢动了，不敢动了。要不然等一会儿影响它的价格。它现在这里面用的是啥毒药啊？这，当然是鹤顶红了。我刚才用手摸了，碍事不碍事？我得是不是得先洗洗手啊？没事没事。啊，没事。可能时间长了，一千年了是吧？对。可能药也过期了。是的。啊，是的。那你这今天拿这个什么潘家宝碗有啥？我想都说你这个鉴宝鉴得很在行啊，三十年后我想看一下它现在值多少钱。哦，你想让我给你估价？对。美女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估不来啊。你想一下，你这三十年前人家都给你出价出到100万美元了。对。像我这儿，你看我这儿。说实话，我平常见到的千二八百、几十块钱的东西，你说这几百万的，你三十年前都几百万了，现在我估计不得怎么着不得个上亿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档次没那么高，我没有那个实力啊。今天主要就是让你开开眼。开开眼。是的，我见识到了，确实是潘家宝碗。对。是吧？对。行，我看到了，行，还物归原主，还是您的东西。不估了？估不了，我觉得起码得上亿。不收啊？没有实力，没有实力。开眼了吧？今天开眼了，开眼了。行，让你开开眼也值了。行，我一会儿去洗洗手，我刚才摸那个药了。行啊，行吧。好好好。嗯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潘家老板，我想出一些银子，你帮我看一下。这是银杯子，这是银碗。银杯子，银碗。嗯。你这好，这怎么变成这样的了？这是原来家里面儿，放的时间不用，这是人家，俺爸妈买给小孩儿的，放了好几年不用，然后我叫他弄烂了，弄烂看是不是银的，然后给你弄，再看看，应该是银的。小伙子，你这好好的，这你能烂算几个意思啊？这买的时候不便宜，像这种东西。你不能坏，卖不了，像这种东西肯定不叫卖。像这种东西啊，他一般买的时候比银子价格都高，工费比银子都高。你这我知道。你看弄成这样的了，多可惜啊！你卖银子也卖不了多少钱啊。不能坏，俺买不了卖。哦。买的贵，因为我说小孩能烂的。我先给你看看吧，我给你看看这是不是银的。银的，你看，绝对是银的。我烧一下啊。装，傻吧。绝对是银的。绝对是银的，买的时候都是银的。那行，我用火烧一下，好吧。你这用火烧烧确实是银的，并且是足银的。嗯，对，买来时候都是足银了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嗯，那你称称吧，看是多少钱一个光手环。我跟你说，这现在不到100克，两个加在一起90多克，93.21克。东西我不能收，但是可以加工首饰。我不加工首饰，我卖钱了，这不是夏天了吗？请朋友吃烧烤啥的，要出去吃饭，要不没有面子。这最多也，你这现在卖了也就最多一顿饭钱，说不定烧烤还人多了还不够呢。就是一顿饭钱，给家里要钱不给。不行，这我受不了。因为啥？不是纯银吗？是纯银的。你这因为你这咋说？我这受不了，反正。你再别家去别家问问吧，好吧。我这烧了烧不烧呀？我烧一点。不烧不烧，东西是对的。对的。哎，东西没问题，只是这。因为这个东西你发票了啥了也没有是吧？我收不了。哦。好吧。
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嗯，好，好，再见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你好，你给我看看我的六块银元值多少钱？六块银元啊，看价值，估价是吧？估价，合适了直接出手了。六块，四个，那确实是六个啊。嗯。我先看一下吧。可以啊。江南甲辰，不错，是老的。广东光绪。也是老的，也是一个广东的。哎，广东的不少啊，这。你不用看，都是真的，老货。都是真的。那你这十来块的钱都卖了毛六块了。哦，这是湖北宣统。这是一家放的，一窝的货。一家里，家里放的。嗯、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这。这是你。俺奶奶老人留下来的，对，俺奶奶。哦，奶奶给的。哦，俺奶本来有十五块的，现在毛六块。那剩下的那。那九块被俺弟拿着卖了。啊，你弟弟拿着卖了。啊、哦，本来说的是俺俩分的，一弄他也提前拿着几块卖了，花了这钱。哦，那挺可惜的，这传家宝。毛这六块，俺奶也不给我。啊。还说给俺弟等着俺弟结婚给俺弟嘞。哦，你问我说你不说你，有点像偏了，一碗水没端平，是这意思吧？你那我给他，他都花了九块了，卖了九块了，这六块还不愿意给我了，还准备给他嘞？还要给他？啊，那确实很多老年人啊，都是重男轻女，这一点那没啥说的，确实。重男轻女，平常还是我给他买吃的、买穿的、买喝的。嗯。俺弟啥也不给买，还是喜欢俺弟，还准备给他。啊。我一看，我心里难受，我看不下去。我几个借给他要了，完了，给他要回来了。对，要回来我也卖了他，我也去上街逛逛去，我也买点东西。嗯，其实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是手头不缺钱的话，你可以留着。咦，我留着，我留着，当不了叫俺弟还摸着，还在拿着，你知道吗？你留着呀，你放起来啊。我放去，我不放，我都想叫变成钱。变成钱。对。来的实惠。那。确定了。那确定，我都叫他变成钱。嗯，说实话，你看啊，你奶奶给你留下来，她不是给我留下来啊，奶奶留下来的这个传家宝，嗯、这东西说实话，这也不是说你奶奶留下来的，也可能就奶奶更上面的长辈给你们留下来的。这现在到你们这儿，你这现在我看着也不像缺钱的主，没必要出手啊，这不是缺钱不缺钱，而是看着生气，你知道吧？看着生气，嗯、就不想看他。对，他那行，那我这样，我给你报个价，嗯，一块三千，六个一万八，都一样吗？价钱？嗯，对，六个一万八是吧？对，一万八我也卖了，一万八也卖了，啊、嗯，不再想想了，不再想想了，我卖了，现在给他买点好吃的，给他买身衣裳去。别看我这人给他要来了，他气得跟啥，我也气得跟啥，我这人对他还是比较好的，你知道吧？那确实。我对他好得很，我孝顺得很，他都是对我不好。嗯，我再看一眼，这抽仔细，抽仔细。嗯，东西没问题。别人钱收我了，我出门我都不认了，你看好啊。那你不认不要紧，我们开店的，反正能找回来。我这你这是卖传家宝，说实话，不是说碰到事了，卖传家宝真是有点那个啥。我这样按我们店里的规矩，给你留三天。给你留三天，你这三天之内你要是反悔了，或者是想清楚了，那你也可以赎走，到时候随便一块给我拿100块钱就行。啊，但是你要是说你过了三天之后，或者时间长了你再回来找我，到时候可就真没了。啊，走，我记住你说的话。记住我说的话。啊，可以，老板做生意不赖。那行，那就按这样说了。啊，好，那你等着给我收钱吧，我上年给你收钱，你行，不错不错，你这挺孝顺的。行，那我收了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怎么了？看看我这东西值钱不值？我这是银元呀，这是。我先看一下东西，好吧？你看看。嗯，先数一下数量，块四，总共八块银元，对吧？是的。哦，哇，四川龙不错。哇，这个是广东龙，
品相也可以。大清轩三，不错。造冢，造币冢场。我的天啊，你这东西都是好东西啊，你从哪儿来的？多好的东西。多好的东西。对呀、啊、我给你讲讲。嗯，这是俺婆婆，原本我跟俺老公现在不想要孩子。嗯，不想要孩子，说等过几年再要，有孩子不压力大吗？嗯，俺婆婆非得要要，俺婆婆说要要个孩子，要孩子，然后给俺买辆车。哦。然后这孩子马上一岁了，俺婆婆还不提这事儿了。不提这事儿了。对，不提车的事儿了。然后我就找他去了，我说这不是说生孩子给俺买辆车了吗？啊。然后给他说几天，他说的他没有钱。啊，现在手头没钱。哎，他说他没有钱，我说那不中啊，我说那你说了了，你不能说，你又说骗我，生了了你又说你又说没钱，你早说俺那不要嘞。然后，他妈年终的给他说几天，说那长时间，他给我拿几块儿。哦，你说这个银元，哎，对，是你婆婆给你的。哎，咋回事？他说让你卖了。他说嘞，我放着也行。啊，卖了买车也行，卖了买车。但是我想着都这东西，能买辆车吗？开玩笑嘞。嗯，这样，我刚才这银元啊，我都看了，啊，东西都是老的，嗯、没问题，嗯，并且里面确实有几个价值高一点的，嗯，能多高？多高？对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嗯，这些银元，如果你出手的话。买辆代步车、嗯、那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嗯，你要是买像奔驰啊宝马可能是有点困难。嗯，但是买代步车没啥问题。嗯，你我想知道它的实际价值。实际价值，对，我大概给你估一下。好、啊、嗯，你这些银元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肯定是大几万没跑。大几万？对。那我卖给你。卖给我。对，是，说实话啊，你婆婆跟你不是说尽量不卖吗？是的呀。这说实话，你要是这要是卖了，嗯，可是找不回来了，这真是传家宝。我估计你婆婆也放了很长时间了。找不回来，找不回来，我不想要这东西。你这里面赵总啊、大清啊都有。我不懂。里面我看还有一个袁大头，这个袁大头也不是普通的。嗯。这是酒精，品相特别好、嗯、也得好几千。我跟你说，这便宜的都好几千，贵的都一两万。你确定要出？对呀、啊、你我跟你说老板啊、嗯、咱离得都不远，这俺婆婆专门叫我上这来找你的。啊、你不会说你给我说了价钱你不想收了吧，你给我说这几天那几天你别给俺婆婆串通好，我跟你说。嗯，没有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婆婆是谁，但是东西我看了，我只是说就事论事嘛，这些东西真是卖了可惜、嗯、你婆婆不是也主要是想让你那啥嘛，想让你当传家宝留着、嗯、你要是真想出我今天就可以给你数钱啊，可以，你确定好了？我肯定确定好了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只要钱，我不要这东西，只要钱。对，我只认钱。那行，我下面这样、嗯、我一个一个给你算算好了，今天把这东西我给你收了。可以啊，商量要不要回去跟你老公商量一下？不用商量，家里你做主。对呀、啊，孩子我生的，肯定得我做主，对不对？行行行，那就这样说。好好，谢谢老板啊。嗯。